每到大型颁奖晚会现场，明星们总是卯足了劲，想要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对于观众们来说，那自然是搬好小板凳，好好欣赏了。7月6日晚，中国跳舞排行榜2017年度颁奖晚会在北京举行，许魏洲、杨丞琳、张信哲、孙楠、指南针乐队、窦靖童、彭佳慧、尚雯婕、赵雷、好妹妹等盛装出席。来，左边，左边这里，三，许久未露面的杨丞琳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的焦点，波点裙俏皮又不失性感，与杨丞琳的俏皮着装不同，彭佳慧一袭亮片小短裙，再搭配高跟鞋，大长腿尽显，最重要的是转身还有小心机。美的，欢迎我们彭佳慧，来这里，三，二，窦靖童居然也来了，这绝对是意外的惊喜呀！一身便装就亮相红毯，窦靖童果然是酷劲十足呢。三，二，尚雯婕也走酷酷的路线，不过嘛，炎热的七月穿一身黑还戴着手套，确定不热吗？言归正传，今天是中国跳舞排行榜2017年度颁奖晚会，这么多明星可都是奔着奖项而来的。歌手许魏洲最终凭借第二张原创专辑《The Time》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，拿奖之后的他显然心情很是激动，直呼受宠若惊。其实我特别感谢大家能够让我获得这个最受欢迎男歌手，其实我也受宠若惊。当晚，张信哲、杨丞琳分别获得年度最佳男歌手、年度最佳女歌手，窦靖童获得年度最佳创作歌手，尚雯婕摘得年度最佳作曲奖。